主料豆腐200克，辅料酱油3勺，糖3勺，葱30克，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豆腐切小方块，浸泡在盐水中，葱去头洗净切末，舀3勺糖，再下入适量酱油。锅内油热后，下葱炒香，再下酱汁热一下，最后倒入豆腐，待收汁后即可。烹饪技巧：豆腐浸泡盐水，炒制的时候不太易碎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